这儿吗？到了到了，在这儿，在前面吧。这么僻静的巷子里面，真的很难。真的是，这里还是要熟人介绍才会知道。这好应该是一个私房，所以是私房菜，私家菜嘛。到了吗？吃着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心忧小院。你好。阿杰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，大家里边请。好啊。哇，这小院。 哇，池塘啊，然后后面还有鱼，锦鲤，哇，熊猫，欢迎光临。嗯，有一个院子，多舒服。我已经。 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尝一尝这家小院的美食了。哎，哦，已经好了是吗？哎呦，接下来上我们的第一道菜，姜薯百合甜汤。百合，这是红枣加百合跟姜薯。姜薯是一个类似于口感有点像山药也像淮山的一个东西。嗯。 蛮甜的，哇，好甜啊！味道。我刚刚又没有管住我的表情。蛮甜的，好甜，不是蛮甜，是好甜。潮汕地区有个吃东西的说法，是宴席的说法叫“头甜尾甜”，甜着开始，甜着结束。 主菜了，护国菜，护国菜，太极，太极图吗？好绿啊，这个，它为什么这么绿？你先告诉我。因为是原始的叶子的颜色。哦，喝一口再试一下。蔬菜的那个香味很浓，好喝的，好喝的，好喝的，像肉汤。潮汕菜我们上次说了嘛，叫素菜荤做。哦。 他会用鸡汤、猪骨吊的汤，然后把番薯叶打成糊糊，然后加在里面和着做。 根据时令，其实这个绿色会变化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换成其他菜。咦，马上又有第二道了，是吗？哦，来嘞，小心哦。百香果，豆腐鱼，谢谢。豆腐鱼大家应该都吃过，对，这感觉有点像融合料理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吧。哇，这怎么吃啊？站着吃。 最好吃。我想试一个咬一口喝一口，我觉得还蛮搭的味道。那我来试一下站着吃。请坐，请坐，不要这样子。嗯。